哎，人呢？老公回来啦！啊，我在试新买的裙子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哦，好的。老公好看吗？嗯，还可以啊。嗯，还不错吧？还可以，跟之前差不多嘛。这个吗？嗯。细节不太一样啊。嗯，差不多吧。你坐着干嘛呀？给我打水洗脸去。好吧，老公。老公洗脸了。嗯。哎，接着。好。老公洗脚。拖鞋洗。尿。哈哈，袜子坏了。你这也太用力了。质量太不好啦。啊？质量不好。嗯，换新的，换新的。把那上扔了。扔了，扔了。老公，最近好多朋友问我们还要不要出去房车旅行啊？去啊，年后去呗。过完年之后吗？嗯，过完年去。那我们是这次往哪边走啊？随便呗，我们看心情，想去哪就去哪啊。嗯，我想去云南那边先嘞。可以，你想去哪我就带你去。好的。好了，老公，舒服吧？舒服。那擦脚了啊。嗯，擦了吧。哎呀，我拖鞋还没拿呢。那就拿鞋去。哎，老公。嗯。来。老公，过来刷牙吧。啊，来。来拿去。啊。帮我把屏幕拉起来。我要找本电影看。好的，老公。